之前有一个实验做到第八次，他们是一个国外，然后他们在用一个机场大小的纸，然后用各种工具把它纸到第八次。那你要先去买一个机场。假赛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黑科技，我是黑鱼，我是旅行 YJ。 那今天呢，我找 YJ 一起陪我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。这个实验其实看似简单，实际上很难。那刚刚我跟 YJ 就是在拍影片前有讨论一下，说他就问我说要拍什么，我就说哦，把纸折到极限的实验，因为通常纸能折七折，然后他就开始唱了一首歌，我把你我放给你们听，我把你对折，还唱错了，你知道他刚刚。唱给我听的时候，他不是唱错，还说哒哒哒，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懂这首歌。我想说，真的有对折这首歌，我好像没听。待会呢，我跟 YJ 会先拿一张 A4 纸。我们今天要用各种方法想办法把我们的纸对折第八次，因为听说七次就是极限。除非你有什么特殊工具，像是液压机之类的，可能可以对折到第八次这样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会先用一般的 A4 纸来试试看。好。那为了怕就觉得太困难，我们还要准备工具箱。你知道我刚刚完全没跟他讲说我今天要拍什么，我就拿个工具箱走进来，说你要干嘛？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很怕。而且他还穿着这个袍子，变态杀人。今天没有，今天要玩医生跟护士的游戏。金鱼。对不起，这一段把我卡掉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就自己开始吧。是吗？第一次。对对对对对。第二次。应该就是对着。第三次。等一下你太快了，来第二次，等我一下，等一下一二，对对对，第三次好小了，对啊，第四次就已经有点难整。我算一下哦，我有点被我自己搞混了，一二三四，对啊，五，第五次，哎真的哎，第五次了，第五次就这样嘞，第六次，第七次应该是 OK 的，我觉得有点难哎，看这么厚，已经这么厚，哎，这有点。出乎我预料之外，我没想到真的。我也觉得好难折。第七次，可能要再更大张的纸应该会比较好折。有，我们等一下有准备。可是我想试试看，我要来用工具了。液压机吗？没有没有，工作室没有钱买液压机。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。这什么？锯子。锯哦。你要按下面这个。哦。要锯子干嘛？啊？有点恐怖。我很怕你。打开就见血，然后就直接上马。我这部影片放送事故。就这样，哎呀，然后就啊，然后就放送事故，然后就不用拍，然后你又要开天窗。我这部影片直接下架。就可以折第八次哦，我这样是第七次，是不是？应该是第七次吧，因为我没有折第八次的痕迹。那我帮你切两边的痕迹，然后你把旁边压扁。哎，我们开始又合作了呢。你看，黑科技就是要崇尚这种精神。二三四五六七，哎没有，这是七。没有啊。没有，我这个是六。不会吧？所以我这是七。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对，这是第六次。那我们换。因为第六次太过于工整，所以真的只有七次呢。那换大一点的嘞。好吧，你觉得这可以折地方吗？对，不行。你可以帮我。那你帮我把它锯。之前有一个实验做到第八次，他们是一个国外，然后他们在用一个机场大小的纸，然后用各种工具把它折到第八次。那你要先去买一个机场。假赛，没关系，我今天拿各种纸来尝试。这次我们来合力用好了，直接用最大的，直接用最大的。OK， 好嘞，这很重，好像买液压机哦。买。不行啊，液压机要多少钱？少说也要10万吧。我刚刚割歪了，交给你了。割歪就交给吕歪。好哦，这是什么冷笑话吗？不知道。很危险。啊，到底可不可以成功？我觉得，假如我们最后失败了，我要在一张纸上面写第八次。好废哦。耶，成功。
好废哦，你不要日更了啦，每次日更都这种。哎、欸，还好，我觉得还蛮有教育意义的。你说，是不是这样会让几个小朋友会想去尝试很多个？那他们就会这样有，你知道，会去问老师说为什么只能折七次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这是有一个原理的。那是他们的厚度。自然老师就回答你。好，这是第四次。对，这是第四次。哦。我就，我先切。你要先切中间吧。嗯。有点，这招还蛮聪明的。就跟我们要撕纸的时候会先折的意思一样。真的是一个极限。那真的好难。真的是好难。那 Y 这里可以帮我去倒一盆水吗？好。哇。第六次，哇，好极限啊！不要，哎，这是第六次，很难折，很难折，它硬的跟九桃一样，你看，是不是很硬？这比刚刚还难折第七次，因为它偏向很硬。你知道打架的时候，别人是拿那个纸虎，你就把一张纸折七次，然后这样，我觉得可以。哇，这个没办法呢。那就泡吧。我好像三岁小孩啊，刚刚有点智障。不是都会有人说什么 Harry 是个好人，其实他是白痴之类的话。对，好像有，广为流传。外界的异想世界。一次。对。第二次。二。第三次。第三次。第四次，而且还没有主力。第五次。好像不行。哎，不一定，感觉忽然觉得六、七，这样是七了。所以你看哦，我觉得可以啊，可以耶，可以耶，大成功，大成功，哎，所以说这个同样道理，泡水乱了就可以了，可是它就不是纸啊，哦对，是，我们等它，我们等它乱，因为它软掉，它还是纸，它只是软掉的纸，一二，然后三嘛，嗯，好，哦，七。哎，他好像没有七。哎，刚刚我是刚刚我们要扫白痴了吗？对啊，我们再一次。我们刚刚扫白痴了。我是不是都算错了？来、啊。七是这样，所以八是要在最准。可以。八。可以。只是会变一坨的。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把它压紧一点应该可以。第七次哦，变得好像芒果。第七次是这样。嗯，好像。第七次吗？对，第七次是这样。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拉平第八次，它现在有了，有空间，有软度，对，有软度。我。感觉有扁，有更扁，然后我再用夹的把它夹更扁。第八次，哎，这是第八次吗？对，大家第八次，就到第八次，是第八次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做 check， 可是我记得没错是第八次，那就第八次。而且就算这次不是第八次，我们还是可以再折。严格来说，它已经全部歪掉。第八次成功，哇！如果要把纸折成八次，有几个要素在，要么是很大张的纸，要么就是软的东西，软的纸，有弹性的东西。因为我们刚刚有把那个被子拿来折，对，我们迷思破解，纸可以折超过七次，就是要破坏它是纸这件事。对，没错没错，二嘛，三，四，五，六。哦对，没错，七，哇，然后八已经打不开了，不好意思，可是确实有第八次，哇，烂掉了，所以我们这次的黑科技大成功，哇，而且我还做出了芒果，感谢 YJ， 那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订阅 YJ 频道，那 YJ 频道都是做些什么？旅行、住宿、开箱、民宿、情侣介绍，那假如说你之后可以靠 YouTube。这一块每个月赚10万块，那你会靠着旅行这个部分来环游世界吗？我会开一间工作室，一直飞在那里，就变成现在的
现在与工作室一样。好，那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进行李修爱真的频道。那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看上一部的黑科技影片。那如果你们想要我下一部黑科技做些什么的话，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说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按个订阅及喜欢。那记得去追踪我们两个的 FB， 按照我们两个的粉钻，追踪我们两个的 Instagram。那我有推特的话，也可以来追随一下。好了，那各位观众，我是黑羽，他是 YJ，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